离婚，使得国人有结交出门。服用已经无能，若幸好人是死，就是多重。这位杰叔啊，这个所在真危险，你要赶紧离开哦。奴将请，想问此地究竟发生何事？恶魔啊，是恶魔出现了。恶魔在七天之前啊，这也是一个真美满、真幸福的小村庄。虽然是真小，但是村民拢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。但是，哦。一天前，村庄内底突然有人失踪，最后尸体被发现在庄外附近，全身的血液拢被吸干了，因为死因太过蹊跷。村中青年组成民团，在村中四处巡查，但是，但是如何？出去巡查的青年第二天也不再回来。是因甲之前失踪的人是同款，就这样，每一天村内拢有人失踪，请导师回想做法也无效，村民感觉惊慌，纷纷搬离村庄。无几天，剩下人也拢死了，只剩我一个。奴将为何唔离开此地？要去倒位啊？我的女儿、仔婿拢死了，我又无其他的亲人，我会留在此，是想知影到底是什么恶魔，这样多多伤害我的村庄家园，害我家破人亡啊！奴婢，反正我的岁数嘛渐渐，失去亲人，早就无想活落去。看到这个恶魔，甲拄一刀，嘛算是替我的女儿、仔婿报仇。这件事情跟我处理，吴桥红亭的替出村及村民报仇，请奴将放心。这恶魔是真厉害，你免冒这个险。咱们要独谋计策。这个所在已人灵恢复，之前的病情已安乐，请侬将留存有用之心，还我亲自就近凶案。这，感谢你。明天不魔要出不在此地，张暗要出现，杀了来不及搬走的几名村民，今夜再来的几率真大。让农田先吹几个工业的顶峰中心，明日一早再来此地吹我。多谢。是协助，我乔红亭今要将一力集结，进此村猛将。